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听听看他呼麦好不好？好吧，听来来来来来来来耶！ Yeah! 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，然后我的专业是呼麦，就是也是唯一一个呼麦专业的学生。唯一一个，对，好厉害！呼麦专业呀，呼麦，我以为只是就是从上传下来的。大学里面只有你一位，太厉害了！几个老师给我请了一个啊，建校史上第一个呼麦专业学生。那你后面呢？也没有师弟。寂寞吗？寂寞。